过了。喝一口。我有点害怕。不怕不怕。我们来点眼神。吃碗面好睡觉。一录像我就特别做主。咦，登机了，看看旁边是谁。小童，他还没有睡醒。没有睡醒，看不清我自己。OK， 他看不清，他还糊涂着呢。好吧，我们要晚上好好唱。金老师休息。因为晚上要唱歌，咱家已经准备化妆了。女明星在线肯定吃，大家可以猜一下垫这块毛巾是干啥的。给留点面子啊，我感觉没有演出了，我已经累了，昨天只睡了4个小时，飞机上也没睡，下午也没睡，我就加油吧。我这是黑的，都已经烤焦了，咬也咬不动。黑不黑？为我加油吧，好吗？出发。我这个岁数很喜欢被人称赞可爱。小童我可爱吗？快把镜头给他。小童我可爱吗？小童真的太体贴我了。感觉在看演在看演唱会。你是在里面看上瘾了吗？为什么不出来？我感觉我在里面看演唱会，每首歌都会。下班啦，下班，下班。